大家姊妹平安。会记顶礼拜，咱讲到迄个百姓犯罪，受掠去巴比伦，结果因个禁食会记未？哦，讲到讲禁食的教导，因个禁食七十冬，本来去巴勒斯坦的时阵又还禁食，啊，因就问先知讲，阮就爱继续禁食，也无即款的需要。哎呀，我讲恁禁食是出于恁家己，敢是？我也无要求恁禁食超过无必要的悲哀、悲伤。哦，啊，你会记我这个爸爸讲一个咧，一个阮的好朋友，因个囡仔，做生意一开始成功了失败，失败了，这个爸母就真惊这个囡仔失志，所以来斗三工。啊，这个囡仔嘛是安怎？伫这个失志中间，伊就去做学手，练起，去做学手，去做迄种安尼，做人的新奴。本来是大头家变新奴，确实，迄段时间伊足失志，见到人的面两间牙头起来看，感觉见啥？所以爸母嘛就从厝内来抵押来借伊钱，结果怎啊？连银行外边个？来厝要查封对无吼？虽然讲有教会长老来帮衬，但是安尼阁是一个真好的结局。我要问的是这点。怎啊讲？这个故事听一下，一个囡仔失志，无阁愿意安尼真面对将来，感觉家己无将来无未来。虽然讲得到帮衬，但是看起来。迄、那个出路，迄、那个愿望是，甲小可看无安尼个算，这敢是一个真好个结局？是这种毋是？所以怎啊？这撒加利亚书怎啊？停伫顶礼拜迄第八章个算，莫悲伤，毋免超过悲伤，好人毋通悲伤，但是将来愿望是伫倒落。所以撒加利亚书伫这个第九章了后。即六周中间，伊所按看见是一个末世，一个将来大愿望。伊说的人啊，你当然有即个哀伤的时阵，但时间到了后，你要得到上帝给恁大大的福音，大大的应允，这是今仔的故事。啊，我晓得嘛，解形容一个咱现处时通拄到的故事。你再来掀开即个第九章，来看第九章的。第一章遐开始吼，撒加利亚书第九章第一章耶和华的话是，伊这两段第九章甲十二章拢对耶和华的话是开始讲，就是意思讲耶和华佫予撒加利亚先知一个异象，这个异象呢，就予百姓有法度离开迄个哀伤，离开迄个禁食迄种的悲哀。来去面对将来，锡安迄个王要来阮中间，咱个可以更新最摇晃的百姓，即款的一个愿望。而且伊讲应验伫即个哈德拉地大马士革遮吼，啊，搁来去看第到最第一站，哈马推罗西顿这几个城。另外，你继续来看的时阵，即、这个末世的时间点，伊才讲了讲。加撒要得到痛苦有无？加撒第九章的第五节，亚斯基伦这拢是迄阵时腓力斯人的城哦，所以推罗西顿是北边，亚斯基伦加撒是南边，这两个城迄阵时拄到攻击，受到相痛苦。我去查历史，家己学家拢甲人讲，迄阵时的较强的王是啥人呢？放一些人回来埃及的这些波斯王呢，已经渐渐开始他没落了。可一个新起的新的国际的势力是什么？是希腊王，希腊哦，希腊开始起来。亚历山大都听到没有？亚历山大这些大帝，亚历山大的人在攻击，以西元前332年，伊就离开这个推罗城。这个推罗城以前亚述王、巴比伦王拢捌入去过，亚历山大嘛是安尼围攻了一阵子了后入去，这下面拢真侪努力咯。
拢受了。然后呢，几年了后，伊阁即亚历山大大帝阁用五个月的时间，伊嘛攻进去加萨，跑到讲迄个加萨雅斯基伦迄个所在。不但是像推罗同款，将这些人掠去做奴隶，甚至什么？甚至呢，规个国家给摧毁。所以即摆咱即摆去以色列看，这个西边加靠伊在地中海了一个，即摆讲的加萨走廊，无吼？那是阿拉伯人，那不是菲利斯人。那菲利斯人，你迄阵时就完全没有了。亚历山大不是刚灭了这个加萨这个国家？一个国家把它 uproot， 连根拔起都没去，所以了一世代一世代了，全没去啊。然后阿拉伯人入去啊，即马所以即马大现在巴勒斯坦人是阿拉伯人，巴勒斯坦人不是腓力斯人啊、哦。但是亚历山大呢，为什么亚历山大离这所无远啊？推罗西顿去北边一丝啊，加萨去西南边一丝啊。耶路撒冷在那时候上帝手来保守，那是跟他开始起圣殿，不是也起圣城，对吧？所以照你说啊，这个皇帝亚历山大看到以色列人开始呢重建他们的国家的时候呢，我在想啦，一个王的说贪还没强的时候竟然消费去，不是想不到这个亚历山大呢可能在亚历山大没看在眼中啦，所以完全没有 touch 他，完全没有动到耶路撒冷。所以很出名呢，亚历山大他得到上帝的保守。其实亚历山大希腊的崛起的过程当中，一直到甚至到罗马帝国的时阵，亚历山大拢是繁荣、和平、平安的过日子，他愈来愈大，愈来愈强，愈来愈富裕，愈来人人口愈来愈多。甚至了希罗王，是不是？以希罗王嘛，开始要做王，加做罗马帝国的一个大的一个省份，这是很奇妙的代志。你想看卖哦，推罗到后边后生较强，是啦，迄阵时是，然后生的以前是较强的啊。但是通过狩猎归回了后，然后生的加做一个孤儿感化，一个弃儿感化，那亚历山大大帝就不把他看在眼中。但是上帝要通过这块的一个巧妙的机缘呢，要来复兴亚历山大，这是上帝的手。我唔知道你听到这款启示文学的时候，你的想法是怎样哦？我有时间想啦吼，咱大概读这款启示的文学，将来的时候，咱想讲这跟我有甚物关系？唔敢讲上帝，你那会写这给我看要创啥？伊讲无事啊，你讲这要从啥？这代志发生就发生啊，哎，还未发生，还未发生啊，啊，到其他有甚物关系？我想是甲我咱做基督徒的吼，想到上帝遮济圣经的册，遮济内容咧提醒预言，提醒将来的代志，唔是甲咱无关系，甲咱有关系呢，因为你无亲身去经验到，必须靠你看清。上帝伊只所讲的话，安尼嘛无得对这话对着安慰。有一个牧师，伊个囡仔破病，嘛唔是讲破病啦，就是伊有迄个慢性病啊咧。结果呢，拢无得到医治，啊咧真厉害，过敏，啊佫真侪其他的代志。结果呢，伊蒙托无相信这款的预言文献。啊，有一摆呢，伊去一个教会聚会。啊，这个教会呢，因为咧做一块咧代志，他就给讲了预言，讲耶囡仔安怎，啊为了祈祷，想袂到过无偌久，真正这个囡仔照因所预言呢，得到医治。我想牧师就真受感动，讲哇，当初看圣经的话，才会想着对将来的事会发预言。啊，会惊技术这个代志呢？即马发生伫我的厝里中间，我家己做无事诶，我囡仔我都来帮助伊。但是即款的无缘的代志，竟然发生伫我的身顶，伊就得到鼓励。啊，这差别差几多，伊知毋知？咱从圣经所讲的这动作、故事咧谈吧，
跟咱无关系啦，你知唔知？所以老读人感觉讲无什么意思，但是咱主要是伫这个需要中间的时，咱就想办法讲照圣经的话去做，唔忙讲这个圣经的应允，我都领到咱的生命中间，帮助咱即马拄到的困难，咁是安尼。所以有时咱读启示文啊，就咱真小心的。以色列人就是因为无相信，无相信讲耶稣基督照着旧约圣经的话来到因的时代，第四到因受苦，一直到末世末世的时阵，走到全家得救。所以伫这个耶稣的时代，旧约耶稣一直到末世中间，以色列人是要继续受苦的。啊，你跟我讲就安尼，咱讲就需要安尼。咱在圣经内面读到咱家己，看到咱家己，上帝话再来真做咱的祝福。做人看无到，讲这是足无聊的，这毋是跟我有关系的时，伊就是咧甲上帝讲，伊这个话白写。上帝话敢会白写伫遐？绝对是跟咱有关系。虽然较尾我有几个例甲人讲，怎样甲启示文啊？来带到咱的生命中间，而且一些人应该对世界历史会得到鼓励，讲感谢上帝，历史咧震动，一些人受保守，亚罗萨咧比较保守的毁坏，甚至你看第九章了，然后第九章第九十了，讲西安的民啊，伊在大大喜乐，亚罗萨咧的民啊，在欢呼，看了你的王。到你这，你是公义的，你施行拯救，谦谦和和地骑着驴子哈，就是骑着驴的驹子，坐下来哈，外面都别一发连一阵车，再叫了三连阵马，真正的要都别，伊要五日国讲和平，伊的官兵要对这个海关到迄个海，对大河关到地极。信任在圣经在完完全全是咧讲要杀人。信任嘅圣经在有一节已经实现啦，有一节还未实现。要杀人嘅代志明明白白，主要讲我是迄阵时的以色列百姓，看到亚历山大这样强嘅王，伫我嘅厝边呼过去，就将推罗西顿消灭，呼就过去就甲亚斯。基伦，以色列人对立迦南了一击的顽修人非利士人，就在亚历山大一阵风之下就完全消灭。但是竟然我以色列人，竟然我亚撒人受上帝保守，你无感冒哟？你无想这是你有什么本事呢？以色列无感冒，第九章第九十阿讲讲你的王要来。什么王呢？这个王呢，谦谦和和的骑着一个驴驹来。这个圣经在，咱拢知影几多位无吼？咱来显一个好不好？咱来看马太好不好？咱来看马太二十一章，马太二十一章的第一节到十一节，大家拢嘛知道这是讲了耶稣，是不是？但犹太人唔知讲是讲耶稣。你看马太二十一章的第一节，主耶和华骑着驴子，安那入耶路撒冷，敢不是？哦，而且耶稣甲门徒从进耶路撒冷到了伯法其，伫橄榄山遐，耶稣就找差两个门徒对因讲：，你们去对面的村，看见一批驴驹伫遐，还佫有铜驴驹在一处。里面就解开，看到我家来，哦，哪有人甲恁讲什么，恁就讲主要用伊，迄个人就要历史，互恁来看来，这个事就成，是要应验先知的话，是甚物人的话？撒迦利亚的话讲，要对撒的民讲，看啦，你的王到你家是温柔的，是骑着驴的，骑着驴驹子的。所以亚罗亚索入这个城的时阵，
那所以你讲超过伊无唔对啦，超过伊去叫门徒去办这个事。亚罗撒勒这犹太人，伊做读撒该利亚书，看到耶稣安尼入信亚罗撒勒的时，一礼拜了后，你讲有这个本事，你讲有这个安尼去给耶稣定性的时间定迄块嘞安尼好大，怎我唔敢？这不是家己马太，你再看约翰十二章十四节十五节，不是同款。所以撒迦利亚书第九章第九节已经活活的应验伫百姓的目睭前，但是一些人无相信，无信耶稣就是迄个王。就当初伊伫这个撒迦利亚的先知的时代，伊感觉讲。这跟那没关系，咱有时嘛是安尼想。圣经内面有真侪代志讲会实现的，有一寡讲未实现的，是咱咧决定伊会实现未实现，还是上帝决定伊会实现未实现？但是咱咧想讲，这跟我无关系，这个感觉我较要紧，我就相信；这个感觉我无可能，我就唔相信。你要解释耶稣的行为，你咪使讲耶稣是超过伊的，哦，耶稣超过伊去。找一个驴驹，啊，以前是那唔骑马，那要骑驴。所以耶稣条过，耶稣读圣经啦，所以耶稣知影，知影讲圣经内面有讲，讲伊将来孙以色列王，你亚撒列唔是骑马，是骑驴驹的。所以耶稣条过伊去找一块的去安排的。啊，你讲，纵使说耶稣是安排，又怎么样？我问你，你有法度安排这项代志的，叫这代志成的？过了百年了，这个主耶稣，伊安尼安排，骑着驴驹进耶路撒冷，四周的居民来讲，何善啊，何善啊，这款代志你有法度去安排没有？有没有办法？没有办法。历史在咱面前就发生了。耶稣的安排是不是因为要应验先知所讲的话？不是去制造出来的，伊是要照着先知的话去做。耶稣尊探上帝的话去做，所以这项代志就安尼发生了。但是以色列人无接受，这跟我无关系，我无相信。你刚才嘛，跟我头下讲话，有人会想讲，这是耶稣超过伊。耶稣超过伊，阿姨那边跟伊一同演戏呢。耶稣超过伊，骑个驴驹从外面进来，啊，亚撒的专城的人，下面跟他一起演这出戏呢。因为你的命运，你人的历史，不是人的手中，是上帝的手中。当亚历山大呢，为北边规个拍入来。中东巴勒斯坦的时候，独独亚撒列是尊流的，叫先知所讲的话，伊边来讲，伊边来解释一件代志，伊才解释讲亚历山大迄人心高自傲，看不起小小耶路撒冷，你可以这样讲啊，但耶稣的想法就是 despair Jerusalem， 照圣经的话就讲。所以第九节怎啊实现？第十节应该是，咱都在看这个撒迦利亚书第九章的第十节。这第九节跟第十节两个是讲无两项代志。第九节是讲到这个耶稣要来做伊的王，但是对十节的，伊讲我要独灭这些战车战马，意思讲你唔免阁修正啦，唔免阁修正啦，无需要军队。伊要管这个海跟迄个海。因为这个河关到这个第一结束，这件代志还是实现。这个代志是甚物呢？是启示录所讲的。咱现在有几个圣经在讲，看较清楚。所以第九章的第九节讲的是耶稣时代三四百年以后的代志。但是这个第十节是讲了五十几落千年以后的代志，就是将来启示录要发生的代志。所以第九节怎啊实现？啊，第十节会实现的。对一些人来讲，伊根本无咧家知道，是不是？
所以以色列人够读撒加利亚书有啊，甲现到今仔日嘛还搁咧读啊。啊，伊读到这的时阵，伊咩咯？伊讲好啦，撒加利亚书时代迄阵的人读撒加利亚的时阵，我不明白啦，不明白啦。但是来到耶稣的时代，讲啊，我嘛无看清楚。但即嘛2000年以后哦，即嘛犹太人嘛同款咧读撒加利亚书哦。当伊读到这节的时阵，伊咪来去解释。历史上，西元33年的时候，发生在耶路撒冷主耶稣被钉的那个事件，你们要去解释。所以，伊犯罪、犯罪、一直犯罪啊！所以，启示文学对咱讲是真要紧的。伊唔通想讲启示文学，甲咱是咧讲故事同款，无要紧。当你无相信伊的时阵，你的规个人的性命拢完全无同。咱的命运就是受审判的中间。继续给咱来看吼，第九章的这个第十一章了后开始继续看，顺来到第十一章的顺，伊才有讲这个木者吼，讲了几个木者，啊，这是就无好的木者。即无好无食，无中心的无食，敢是指耶稣？应该不是嘛吼。所以迄阵时呢，譬如讲来到第十一章的第四章到第六十章，伊第十章才有讲的木食吼。即木食应该指的是啥物呢？指的是即个以色列人的修的领袖，在修炼，在王哦，在头哦。啊，而且呢，即个木食呢，无好好来。教过神台，再幽魂，再背神，无做好一个好木匠的角色，所以上帝的气转因，上帝要家己来做木匠。所以咱来看这个第十一章吼，伊才讲了讲吼，十一章的第六章，要吼我包括人民这个民，哦，你从这个民到再卖王，哦，里面分别这个地，哦。我第七十讲，我牧养这个咧杀的群羊，上困苦的羊，我摕到两根杖，一根我称为龙美用力，一根我称为连锁。这个意思是咪啥？伊个圣经的解释是安尼啦，我个人是讲无解清楚，无解肯定讲一定是来解释。伊讲的讲是一个是犹太，一个是。以色列北国，以色列南国犹大，但是迄阵是已经无啊了。但是伊讲你从这两个个牵做伙，所以讲连锁意思。安尼伊就发到全国的羊做伙来牧养。伊第七十的第上尾讲，这款的方式，我牧养了群羊，一个月之内，我要除灭三个牧者。所以三个牧者是歹牧者，上帝在一个月内面。总之三个木匠拢杀死，啊！人去想，以色列历史的顶面有倒一个时代是三个王，还是讲三个领袖，上时拢上杀死，讲这款的代志，真歹解释，你知唔知？因为吼，迄时文学这时阵发生的什么？他讲已经是亚历山大的时代，已经唔是早时迄阵时的。不管是台北迄个假的王国的时代，还是分做南北两国的时代，即个王的时代已经过去啊！啊，所以即个先帝是咧讲什么？伊讲这三个木匠是只有过去吗？还是只有即卖时阵啊？即卖这个时代，敢是讲到所罗巴伯吗？所以当人讲吼，这三个木匠就是以色列三个过去无好的王啊，无善待伊的上帝和伊的幽魂。所以上帝该妒忌，要亲自做王，这件事袂使安尼去看啦。我个人认为是安怎呢？那是一个代表讲过去在上帝所赋予在王，在上帝的先知，还是在领袖，无有圣经，上帝赋予的这个使命，即嘛上帝要亲自来做因的王，做因的牧者，所以主耶稣要做因的牧者来批评。过去这些王最背时的木匠，你知这意思吼？所以是应该是批评讲一个大时代过程中间一个良心的木匠，甲一个
一个无尽尽忠的牧者的一个差别，一个对比。做安尼讲，靠都解释啦。所以这三个牧者，无讲解什么要紧，但是有真侪人对这个三个牧者大做文章。啊，做安尼的时候，你让你做这个十三节，那看十三节讲什么？你转看十一章的第十节，讲我折断那称为隆美的杖，是便标明我废去我跟万民所立的约。第十二章讲，我对因讲，恁若当作是水的，就全乎我供给；不然就罢了。所以就给伊三十块的钱做伊的供给。耶和华吩咐我讲，啊，把众人所固定立好的价钱，等予摇户。我从这三十块钱去摇花的殿中，带到摇户，折断那称为连锁那个账，表明我废弃犹大以色列弟兄的情谊。三个牧人，三十块钱，三十块，你也可以三十块给什么什么块的一个？卖耶稣三十块，敢不是？卖耶稣三十块，所以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工价？这是罪的工价。啊，这三十块某一个记载，犹大就等咧迄个摇户的残去啊，敢不是？对无吼？这件事要怎解释？所以我来解释是讲，这代志一定是跟耶和华有关的，跟耶稣有关的，是不是？这个良心的牧者收三十块的钱出卖，敢不是？这个良心的牧者竟然出来是。记得亚索在讲的，过去这个牧者就是一个代表，跟亚索同款迄款的身份，是以色列人的王迄款的身份的，是早前这个牧者，亚索废去啊，即嘛是新的牧者，主亚索啦，主亚索要亲自做咱的王，做咱的羊，诶，这个羊群的牧者，但是这个牧者会收三十块钱，啊啦。会出卖定死，我唔知道你谈到这的时候你感觉安怎？做以色列人谈到这也感觉安怎？三十块的钱，迄阵时这个钱在三十块的钱是偌多的钱？当然，撒加利亚书先帝的时代跟亚述的时代是无同。三十块的钱，伫亚述的时代是安尼。讲你怎害死一个？譬如讲你塞车去路，不小心弄死一个别人的奴仆，就是奴隶。哦，你要该赔啊！你知迄钱偌侪钱？这个一个人的，一个人这个生命，一个奴隶的生命的价值，就是三十块钱。我们在想到就是犹大那边亚述的时候，人给伊三十块钱，怎安尼解释是会通的？这个罪人，还是讲这个奴仆，伊的价钱，伊价钱就是三十块。一个人的价值，无少呢，迄钱，伊迄阵时讲起来无少，不是小钱呢。虽然是做奴隶的，但是伊嘛是一个人，伊的人有人的价值，三十块。所以迄阵时的三十块，甲撒加利亚书先知阵三十块是无同款的哦，差过了百年哦。啊，但是伊中间才讲，迄是正人所估的价钱，看为美好的价钱。所以三十三个木架加三十块钱，三十块钱可快要紧啊！对咱的启示可快要紧。但是只有这边讲代志，这段圣经讲的就是弥赛亚，就是讲的是主耶稣。当初可能无明白，但是耶稣的时代你应该看有才对。所以其实伊要甲人讲的是第九章甲十一章只有一个主题尔，就是讲。过去以来，一个歹的、邪恶的这些牧者呢，上帝要给伊消灭掉。然后有一个和平的君，有一个主耶稣基督，站到健健康康，做一个和平的君，要进入撒殿，骑着驴驹，伊要做恁的王，要亲自做恁的牧者，但是伊会想卖、想出卖，这款的代志，就讲给伊听。所以他們在期待什麼？我不知道那段時間一般的百姓在期待什麼，他們可能想說，沒人重新再去做以前的代表王國啊，再來立一個王啊。我們知道那個希律王，
要亚述时代迄个王，敢是以色列家己去兴起的王，不是嘛？你知不知？哦，所以因即摆是想啥？我要家己有一个王，还是我要家己有一个什么国家？但是完全无可能实现，因为上帝话已经讲了，我要亲自做恁的王。你知意思吼？亚华即位上帝讲，主耶稣要来做恁的王，做恁的牧者。后来来看十二章甲十四章第二段，同款十二章甲十四章是另外一篇的预言。以这段圣经在内面三章内面讲十七拜迄一天，讲一拜亚华的日子，那日耶和华日子。十七拜讲无清楚，讲那日而已。但是有一拜把那个那日讲得很清楚，耶和华的日子。等于说，安尼去了解，你才讲，这些绝对不是讲耶稣的时代啊，这是超越耶稣。当耶和华的日子的时候，只有启示着末世所讲的日子啊，咁是吼。所以，而且伊讲了讲，这个末世的日子，我家己个看头前迄段看做就是讲，犹太人啊。你若无相信第九章甲十一章迄个记载的预言的时候，你就 in trouble 啦，你就凄惨啦。因为这个十二章甲十七章了后讲的是讲什么？就是讲你若无相信主耶稣的时候，伫十二章甲十四章的时候，要发生什么代志？真紧咱来看吼。而且讲到讲国家要受，来看这个十二章吼。在你做第二站，我要让耶路撒冷受围困的孙，和四位列国的民，加做予人犯罪的杯。啊，讲到犹大，我要让耶路撒冷组织攻击伊的万民，做一个重的石头，家己要受伤，因为你在压起来，伊要攻击耶路撒冷的，家己会受伤。所以意思讲，有要来攻击耶路撒冷。万国要来攻击亚述的，这件事即马刚好发生。伊才讲哦，中东战争，等等的，中东战争敢是万国无啦，是干啦？只有是阿拉伯遐国家尔。这内面，这段圣经讲两摆，讲两摆亚述的要受万国的攻击，受两摆万国的攻击。他正开开始应该是哈米吉多顿。以末世战争的时候，撒旦魔鬼万国来攻击亚述的，不是现在这个时代。以前慢慢去看，就了解讲应该不是讲这個，但是其实万国攻击中间的时候呢，主耶稣要来替因征战，两败得胜。哦，而且过程中间呢，你再看两败是多两败呢？头拄我读这十二章，那是第一败吼，十四章。十四章你看卖第二节，我要组织万国甲亚罗撒冷征战，有无？这第二摆。所以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八节，甲十四章的第一节到第五节，这两节就讲到将来有两摆万国要甲亚罗撒冷征战，两摆亚华拢为着亚罗撒冷，为着犹大来征战。而且阵出现一个第十章、十二章的第十章、第十三，这一个叫做。为着一个唔知影名的殉道者的一个哀哭，你看这个十二章的第十节到十四节，伊叫什么款的哀哭呢？我要从迄个西温叫人困求的灵来浇灌大地，甲摇撒的的灵，伊要仰望我，就是因所砸的地为我悲哀。因砸的是谁？你。什么人去抬亚述？是不是？哦，如上独生子为我受苦，迄阵时亚述的比有大大的悲哀，如米吉多平原的悲哀，这句话嘛出来，敢不是？米吉多迄段，哦，你再注意看启示录，你来了解哦。迄阵时的人代表的家，男的独一处，女的独一处。那大家男的独一处，女的独一处，离袂家的男的独一处，女的独一处，四面单位各处的人拢是安尼。根据立位记的记载，
怎真正全国民要悲哀的时候，男的甲女的袂使做伙，这圣经规定的，男的就爱分开个些所在来，而且来安尼表示伊的悲哀，女的共另外一个所在。这意思是甚物事啊？全国举哀啊！这个代志刚好发生，啊无啊，刚好看我就看的代志，即马一切的发生并没有啊。什么时阵会发生？一般咱来了解的时阵，咱来看的时阵，应该是伫迄、那个罗马书十一章吼，你唔免遐名紧。罗马书十一章二十五章、二十六章讲，伊活世的时阵，犹太人全家要悔改。大灾难的期间的时候呢，犹太人全家悔改。我个人是较相信。大部分的解经家嘛是较相信讲，应该是智人咧讲。第一，万国争战，万国争战，耶路撒冷是甚物时代？中原总是末世的时代。全国的人感觉悲伤，到一个天都，男的分一边，女的分一边，全国悔改，以色列敢有看到？就是将来的时阵，即摆无看到。当伊面对耶稣的时阵，因是感觉足骄傲的，这个人那是先知。这个人甚至是不是上帝子，这个人是怎么无敬畏上帝，所以我们该抬死，哪会去想说为了他来悲哀，为了他来哀伤，所以完全都是跟着法师那个时候从一切人看起来面去了。然后在这时候来到第七节第九节的时候，我们来看这个十三章第七十到第九十，他都在那个书会跟咱读的讲，这个木匠，他都讲那个良心的木匠，伊讲吼，刀剑要兴起攻击我的木匠，甲我的同伴，拍这个木匠，羊就分散。这个同伴真哩真要紧的，我的木匠甲我的同伴，咱讲上帝是我的，耶稣是我的木匠，这句话真清楚。但是同伴这句话出现几多？当先知以赛亚第五十三章讲到这个受苦的仆人的时阵，伊甲耶稣称称称呼叫什么？叫做我的同伴。所以说，甲以赛亚书甲撒迦利亚书合作会的时阵，这个牧者甲同伴只有这一个人，就是弥赛亚，就是主耶稣基督。这个你工作会无第二个人物啦。哦，你去看这个。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十节，迄个时阵，以赛亚称呼这个仆者叫做耶和华的同伴。撒迦利亚书讲这个仆者，就是以赛亚书讲迄个仆者，因为共讲一个话，我的同伴，攻击我的仆者，甲我的同伴的羊就分散，羊分散。有不算是甚物，就是表示讲亚罗撒列迄阵时有一个主耶稣来，当时来攻击亚罗撒列，攻击耶稣，逼迫耶稣，羊就分散。这个牧者，尤其这个牧者第七、第十三章第七节，这个牧者是 singular， 是单数。singular 单数的时阵，他到讲迄三王无吼，三王那是 plural， 那是复数，但是这个第九节这是一个 singular 单数。只有记得是主耶稣一个人。然后呢，伊讲了讲这个第三分之二的会死，三分之一的尊流，这三分之一尊流要经过试炼，亲像炼银啊，就炼金啊去炼银，了后伊才会求告我的名。这就是明显讲了讲，伫末世的时，伫大灾难的时，伊经过试炼，敢不是？人家百姓，伊甲全地全民同款，受过大灾难中间真侪人死，了后存留的遐人受气了，了后求靠上帝尔，然后一些人全家得救。所以一些的人，伊撒迦利亚书已经甲预言讲，伊伫将来无法度受难，被提伫天顶，甲上帝当作王。伊那先经过这个大灾难，伊那先经过这个气呢？了后，伊走到全家得救，因为伊无信耶稣基督。另外，伊来讲，这是我为咩求过我的名，我唔要应允伊。第十九节，这是我的主名，
伊嘛要讲，耶和华是我的上帝。所以其实讲了讲，犹大西孙所发生在犹太人的代志，然后咱来看上尾一个所在，全地要吃最圣洁。甚至迄个马，咱来看哦，我看这圣洁在几多。三十四章的十六节，所有来攻击犹太人的各乡村的人，伊每年来敬拜大君王万军的耶和华，嘛要甲百姓一同守祝棚节。而且甚至来到第二十节，当迄日的时，马的铃铛顶悬有。为耶和华做成这句话，你的圣经内面这句字有较大字无？有无？你的版本有无吼？马铃铛顶面有为耶和华做成这句话，耶和华殿内面的这个锅子啊，要亲像迄祭坛前锅子同款，拢要为耶和华做成。哎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马顶面家的迄牌啊，有写为耶和华做成，连迄煮饭的。你鼎嘛讲归耶和华做，什么意思？意思你讲无有一项无做成啊？到将来迄个时代的时阵，当上帝的阳光降临于每一个人中间的时阵，较济的肉、垃圾、污秽，拢一尽的洗除掉。当耶和华阳光照来时阵，无污啊！每一项代志，甚至一只马嘛食做成，一个鼎嘛做成。你的桌子也行，你的椅子也行，咱的名称也是归作耶和华做成。这个时代敢有实现？绝对还未到啊，敢不是？所以所有一切不但是万民啊，尔万民嘛要归耶和华做成。所以特别把这只马的铃铛这字是大来写出。但是这个耶和华做成这件事，对百姓应允有一件。真悲哀的代志，爱先发生，就是上帝爱为着咱先死的是决定。所以咱多多来看这个今天的要节十三章的第七节，攻击我的牧者甲我的同伴，羊就分散。这个攻击是拍甲死的攻击，当迄个。耶稣家己受殿的时阵呢，伫这福音书内面无记载这点，讲上帝羊羔受攻击，第四到这个牧者受攻击，羊羔就分散，看来是足无希望。但是通过迄个牧者受攻击，羊群分散，竟然的来到教会，所有的万民万民拢归耶和华做成。我多多来讲，迄个故事最结束。你咧卖讲，我讲迄个爸母唔甘，伊家己个囝意志消沉，要予伊一个愿望帮助伊，但是困难有限啊，是不是？你刚才我真的亲眼见到我那个朋友，也是我朋友的弟弟安尼，啊伊就安尼，哇，足侪年的时间。想要去看伊，也是大家朋友要去看伊，拢做唔讲话呢？以前是意气风发的大老板，啊，即下真做一个人做乌手的一个人的心路安尼，就见笑的。啊，感觉伊失败。虽然讲即下平安过日子，虽然逐礼拜咧走法院，因为人一直家己顾，欠做侪钱，但是虽然走法院，嘛无啥物答辩。看伊发光面前的啊，都是我的错、啊、所以变成一个人，他不是人，好像废人一样啊，这样。就是头头讲的，讲继续为着家己做，你更加悲哀迄种款。咱做父母的，对咱，咱拢大家拢做父母的吼，咱做父母的对咱囝儿做发生这款代志时，我替你来帮忙，要紧是不忙你，或者重新振作起来，是不是？振作起来啊！
你的人生才刚开始啊，你才这个三十几岁、四十岁而已啊，你还有日子通过啊？咱做伙把这债务形成的，重新开始啊！咱做父母拢这款的心，敢不是？以色列就是上帝囝，以色列就是上帝囝儿。当以色列犯罪的时阵，上帝的手、审判的手临到以色列的时阵，伊嘛变作安那？伊这罪中间，伊嘛咧哀伤，甚至伊超过上帝该要求的守禁食，伊呢一年四个月的禁食。上帝嘛真烦恼，以色列百姓安那意志消沉，所以叫你唔通禁食，唔通禁食。无必要做下无必要的悲哀，啊悔改就好。所以来到第九章，伊个十四章的时阵，上帝就要鼓励伊，讲你来振作起来。哦，虽然国家受攻击，但是我要替恁真济得胜，我要搁予恁一个牧者，这个牧者我都引带恁，甚至到将来，逐个人拢归耶和华做神。每一项呢，受造物拢是属归耶和华做神，这款大的愿望，但是其中有一个关键，就是啥物？主耶稣基督，迄、那个良善的牧者。结果以色列人啊，一个失败。在那个最关键的启示呢，一个重点，就是上帝要亲自做伊的牧者，这款的安慰，竟然伊无爱接受。所以咱其他人吼，唔通做人拄着困难，唔通慢慢埋怨讲主啊，你都无听我祈祷。咱来想看卖，主耶稣基督对咱的信用是甚款的部分？当初你信耶稣的时阵，是不是因为有困难，所以我愿意信耶稣？信了耶稣了，这位信用，这位上帝，就是随时拢来帮助咱。做咱拄着无艰苦，拄着困难，无顺遂的时阵，就埋怨上帝。上帝知影咱的需要，当然甲咱供给咱的需要。但是咱这个主耶稣基督为着咱的罪来死这个事件，咱无深深去体会着。在人的历史中间，绝对无法度服用主耶稣基督为咱罪人死这件事。伊才会谦卑伫上帝面前来跟对上帝一世人。咱拄着困难的时阵，咱想讲主啊，你去倒咯？咱就亲像迄个受上帝怜悯的遐以色列百姓，上帝当然要甲咱扶起来，予咱有继续有气力面对将来。但是咱袂使咧袂记咧耶稣基督为咱所做的事，咱对咱的罪有深深的悔改。常常认为我们自己还是很不错啊，了不起啊。咱人就是安尼，就像个囡仔共款，两极端啊，不是过于依靠自己，趾高气扬，无就是安怎，过于自卑、自怨、自哀、自怜，看不起自己。两个极端啊。当你好势的时阵啊，我外敖的，拢是我的本事。当你无好的时阵啊，刚刚一天到晚叹气，拜堂也无爱来。上帝爱咱的是，在咱的生命中间的时阵，不管高，不管低，不管顺境，不管逆境，我们已经找到那个 temple 了。我们已经找到上帝引带人的方法是什么？就是通过不断的。从咱的道灯应该主耶稣基督面前 ，focus 这点，他们知影讲，迄才是关键。一个真正有主的性命、有盼望的人，伊是个认罪的人。伊的祈祷不是祈求，伊的祈祷是悔改。真正有性命的人、有盼望的人，会对着主复兴的人，伊是会传福音的人。伊知影家己的罪，伊嘛知影这个福音的要紧。伊嘛知影上帝的心意就是爱传福音，无需要去要求。一个做有生命的人，一个人有盼望、有复兴的盼望的人，伊是会敬拜上帝的人。伊是将耶稣基督放伫伊人生上要紧的迄个中心的人，毋是将我家己、我的需要、我要爱的，放伫这个上要紧的一个部分的人。
因为人人类历史的改变，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吃这咱的木架，一切才翻转过来，才改变。所以咱是一个甚么款的基督徒？咱有每一摆祈祷的时阵是悔改认罪较侪，还是甲上帝求东求西较侪？咱是看重这个福音，还是看重这个 community 人甲人关的关系，还是罪人甲上帝的关系？咱是一个注重传福音的人吗？咱是一个有法度敬拜上帝的人吗？做阿咱无，就像以色列人同款，那就是青梅的，你知不知？以色列人是有表咱，上帝予咱有这个机会，唔通够意志消沉。但是要咱意志消沉，想要来做礼拜，脚步就叮当的，无法度行入这个拜堂来。来做礼拜时，无法度开嘴大声呼噜上帝，就是因为咱跟上帝耶稣基督的关系有问题。主人公知影讲，咱是一个罪人，主耶稣赦免咱的罪，咱这么深深的罪，然后我都去上帝面前领受这个恩典，每一天伊都我都呼噜上帝，每一天你来拜堂，你都愿意来拜堂，大声呼噜上帝，无需要人强迫你。就是因为咱对耶稣基督跟咱生命的关系认识无够，以色列人看撒迦利亚书看比咱较熟，独独跳过主耶稣迄段，这么明显的骑驴驹进城，伊安尼无看到，动作无看到。当你服了主耶稣基督，伫你心中的罪工的时阵，咱就无法度有这个真正愿望，无法度真正愿望。我就真正复兴，甚至心盘就临到咱。所以以色列人伊末世爱受苦，爱经过大试炼，三分之一的人走到地球。啊，咱感谢主，咱毋是犹太人，咱是蒙恩得救的，真正代表的真的子孙。咱就唔通像以色列人，咱要从咱的牧人。上帝的牧人，咱的牧者，主耶稣基督，放在咱的生命中间，每一天引带咱，咱就得着真正的恩望。我甲你讲迄个故事，迄个囡仔就是爱倒转来教会。以前去外口做生意的时候，是安怎？想讲教会无要紧，虽然是教会大汉的，但是靠家己咧过日子。回来了后去做人新楼，那也没什么了不起，要紧是什么？父母的祈祷是什么？就是愿望我的子通过这次失败，他会真正倒回来上帝面前，那是真正父母的祈祷。他的父母跟我的父母很亲很亲的，我都知道他的父母的祈祷。我以前的孩子没做礼拜，感谢主，他的阿姐是团队人，大家为他祈祷。要紧不是你损失多少钱财，要紧是你倒回来上帝面前。这个是上帝对百姓同样的祈祷，就是父母对子女的祈祷。啊，咱做父母也是为咱子女来求，不是？上帝也是咱的父母，他也爱来跟咱，也是这样跟咱求。咱就爱倒回来上帝面前，不过走这个世间失败的道路，咱做回来祈祷。在台湾的这边，上帝，我感谢你。我经过一切，你拢知。你嘛知影，我伫困苦中间，但是不，你无爱我长久伫这个苦难中间。你早来，我陪伴，用好的良心的牧者来取代迄个无良心歹的牧者。你要一个和平的君，要来取代这世上的君王。你要给我复兴。我愿望来取代我的悲伤，我的敬虔。主啊，你有我陪伴这一切，拢是通过主耶稣基督，求主你帮助我，搁一摆重新将我的生命回到我的主面前。多于阿撒，多于误会，多于犯罪，求主你赦免。我重新来到你面前，搁一摆认你做我的主，认你做我的牧者，带领我的人生，予我亲像唔是失败的羊群。行伫家己的道路，咱是一个属于主的名来军队
阮亲爱永生的主耶稣基督做咱牧者，感谢主，听阮的祈祷，奉主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